欢迎收看玩播报，我是女王主播牛奶师 Daisy。代表好兄弟们的名字，我是名字游戏设计师。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请看报道。宋英云脱儿西蒙兹，细细个已经同家姐刘黛希一起主持节目。近年在内地人气急升的西蒙兹，早前被成龙睇中，拍电影《天降雄狮》后，最近仲杀入香港。今次仲有机会同吴镇宇、千华拍戏添。西蒙兹同爹哋、妈咪、家姐暑假嚟咗香港玩，问到两姐弟究竟拍国产妈咪定系英国人嘅爹哋多啲，佢哋两个就异口同声话：妈妈。为什么不能撒谎？因为他好凶。怎么说法了？不能撒谎。是真的。减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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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妈一直围着我，做作业，所以我们明天要逃到外星去。对的，逃到火星去。再叫佢两姐弟数下妈咪嘅优点，佢哋鬼马数钱数得很好，数钱数得很快，数习惯了。他比那个搞钱机还要快，对比搞钱机还要快。他们两个在妈咪面前突然来个大踢爆，激到妈咪哭笑不得。虽然中西方文化教育理念有差异，但看他们一家人相处玩得之余，两姐弟又几有家教，萌爆啊！